现在是要找什么东西？找什么东西？有宝物吗？有宝物吗？哇，大家挂不赢哎！在这里面、哦、我们现在的礼物非常多。在这里面还有一个绿色的东西，有几张？绿色的东西。给你。大家是要找什么东西？绿色。哎，绿色啊！大家拢翻箱倒柜。哇！啊，我知道了。耶、yeah！有关系的东西，圣诞节，哇！你跟蚂蚁雄兵啊，哇！大家那这无用，是咧找什么物件？你在找什么东西？哇！没了。每个人都翻箱倒柜，这差啦。耶、yeah！在找贴纸啊，欸，什么物件？哇，你找那么多，太厉害，太厉害！哇，哎，卡马乌，叫家庭吹的啊！哇！我很认真的，怎么？现在这差的关系哦，你看我们礼物非常的多，天空还有礼物，天空地上都有礼物。你找六张，你找一张，这个不是，那你几张？三张。那我这边一二。来找哦。嘉玲找很多张哦，要十多张呀。大家算一下，最多张的先喊出来。五六七八，十二张，然后还有呢？还有谁？还有没有？八张。我帮我算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我是女人。我都知道。还有多张可以换奖品。哦，他好多。啊，大家拢翻箱倒柜，我们东西非常多。啊，芭乐销售很好。好吃的、欸。好吃好吃的芭乐。好吃。哎，好吃。你是绿色植物。够吗？我来加个火锅，好吃的火锅。哇，这咖啡料别大杯了。哇。整个伴送社和人拼赢哦，哇，这真正厉害，地当啊，太强了，没想到蚂蚁雄兵哎，连这笨手都要客哦，蓝色不收藏，哎呦，这真正厉害哦，消防栓，拿这擦啦。羊水桶里面还有，哇，水桶。啊，不要跑出去，各位小朋友，各位同学，我们是在这个房间里面。在办公室的饭店里面，每个人都翻箱倒柜。没了吗？这些人都在上小游戏。数目报出来，19张。你举他走，弄可以哦。29，还有比29再高的吗？29张。29张的获胜可以先出来选礼物。哇，最高可以选礼物。来，好，你等一下啊。应该是你在那。这是咱的寻宝游戏。有剪刀，等我一下啊。我们请一个小助手，行。哦，你也说什么？你来。搞得蛮好一大 K。来。29小朋友，你要哪一个？玄学小朋友，你要哪一个？跟他年一起就好。好，不然我这整条绳子都剪下来。哇！天上的礼物都可以选。哇！还有白板，什么物件？来，大家赶快去想一想。有啊。两边都有礼物可以选哦。看一下上面。想好了没？赶快想好了，来，接下来第二名是几张？11张吗？11张哦。我第二名11张。11张跟29张中间的。第二名在掉。确定哦。这是招财猫啊。我不然觉得吗？这是雅琪啊。哇。另外一个来一个，你要拍吧。好的。我们的晒衣架可以晒礼物。下一位11张，你要哪一个？这一台，这一台，这一台。啊，
怪兽，怪兽。这是你咖肉粽呢啊？咖喱物啊！哎，咖喱物，那像你咖肉粽啊。十张。下礼拜十张，你准备了吗？哇，保龄球。先。保龄球。来，阿再是谁？阿再几张？七张。十。接下来是八。八张，咖喱，咖喱。这个很奇怪呢，以咱大人的感觉，咱会感觉这个存钱筒做质感，伊那拢大不屑呢，大，哎呀，大拢叫的物件我奇怪啦，啊，那个小木生存钱筒我零张，谁七张？谁七张？七张，七张。啊你，你要什么？不知道哦。哎呀，这是上面的存钱筒哎。对啊。Mickey 的存钱筒。我们也有怪兽呢，哎呀，做多了，拍拍灯啊，家己倒转去哦。有音乐可以唱歌。有啊。家己要唱歌哦。安静了，我们忽然，因为等一下我们要交换礼物，让他安静。那一位七张的还在想吗？七张的想很久了，下一位。七张再来是什么？你几张？你四张，阿哲这几张？你也四张哦。四张，又可以选礼物。都四张，来，阿你们选。他们两个都四张，好。小朋友要白板。对，我还在等。哇！啊，粉红色的。高巴掌，高巴掌。妹妹要什么？你要。哇！已经中意了。大家都好厉害。哇，蓝色的，这是什么物件？白。用这只管有没有？而且蓝色的，你们现在手。哎，爸贝。妹妹跟我要这个。对不起，我。那个比较好。弟弟还有一个，姐姐嘞，阿姐姐来，如果你女儿要，你要哪一个？赶快选一个，赶快，你选一个，赶快你也可以选一个，随便一个。哎，我发现哦，大人哦，长得太认真了。要不要来选一个？其实我是一切全部都是以小朋友的高度，我跟你一起要在运动。这是我们的小蛋糕，一零一年的小蛋糕。你要什么？非常漂亮的小蛋糕，跨年小蛋糕。